我是郑书梦，我在台湾旅游，从天空到水底，从海上到山顶，我要带你体验环岛玩透透，援助台湾，跟我一起玩。台湾族群包括闽南、客家、外省等，原住民更多达16族，因此台湾文化多元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我无论走到哪个城市，都会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的新朋友。南澳的这地方大部分都是山地啊，山地，我们这就是原住民的地区嘛，主要都是山地，然后都是山林啊，然后水，我们玩的就是玩溪水。